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嘉宾意见。We love, we love, we sh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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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共享音乐空间。10:08在这里，首先要跟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今天就是8月15日，当然每个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这个时间都会就是在星级靓声演唱厅这里。今天一如以往，就算是中秋都好，我们大家仍然在家吃完饭，跟着就回到来一起。大家如果开着这个 Facebook Live 的话，都会见到我们是非常之有气氛的，因为我们的台头是有晒灯笼啦，有晒月饼啦，我们真的跟大家一样去到赏月的。咁啊，但系即系阵间我哋梗系会去到唱歌，所以咧暂时啲月饼系摆住先嘅，因为即系我知道如果要食咗月饼嘅话咧，应该可能会影响阵间唱歌啊。咁啊，但系先要介绍一下先啦。今日咧继续咧都系有阿志哥同 Lawrence 喺度啦。中秋节快乐 ，hello， 中秋节快乐。好啦，另外仲有咧就系我呢一位嘅客席主持，我呢位嘅拍档啊 ，Raymond 有啦冇 ？Hello， 各位中秋节快乐。系啦，咁啊当然啦，阿 Raymond 今日咧除咗我哋咧，即系经常都喺呢一个直播室嗰度见面。之外啦，其实今日咧，我知道你都邀请咗一位嘅朋友嚟到。今日呢一位嘉宾就真系好重量级啦。系，因为咧，我都系佢嘅歌迷嚟嘅，即系虽然我同佢个年纪咧，其实唔系差好远嘅啫，不过佢出道得早，咁所以咧，我初中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听佢唱歌。咁佢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即系喺香港嗰一首即系《相思泪》啊，同埋《分飞燕》咧，系唱到直情系由街头唱到街尾，冇人唔识嘅，即系成个香港系好轰动，因为嗰阵时啱啱兴起即系粤语流曲。咁咧就佢呢一两首歌咧就真係勁 hit 到熱到爆得好犀利，咁所以咧就有人就叫佢做即係粵語流行曲嘅歌后啦。咁亦都因為佢係過江龍嚟嘅，佢喺星洲嚟噶嘛，咁所以咧就亦都我哋叫佢咧星洲嘅國寶，佢就係麗莎姐啦。大家好，麗莎姐你好，大家好。我想今晚好多人都知道佢上嚟咧，我谂个 Facebook 可能都好多留言啊，咁样爆晒系嘛，系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即系如果对于啊黎莎姐有啲咩问题啊，即系大家都可以喺呢一个 Facebook 嗰度留言嗰度去到咧，我哋阵间睇到嘅话咧，帮你去问佢啊，因为即系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一段时间冇见啊黎莎姐啦，所以都可能好多嘅问题，好想去到同佢倾下偈啊，讲下咁样样噶咯。好啦，嗱咁啊，先嚟咧，即系问下依阿黎莎姐，你系咪好耐冇喺香港过中秋啊？啊！旧年好似有嚟啊！我旧年你都有系啊，系啊。O K， 我想问下喺香港同埋喺新加坡咧，去到过中秋节咧，其实嗱，我哋喺香港咧，大家见到啦，我哋又即系摆晒月饼啊，又有呢一个灯笼啊，咁一家人食餐饭啊。咁我想问新加坡嘅，即系中秋节系咪都系大概都系咁样嘅咧？啊，就冇呢度咁热闹，因为我觉得香港這邊呢边咧，即系佢哋会过中秋嘅时候咧，都会过节啊，买啲嘢翻嚟煮啊，咁同一家人食饭。但系我哋新加坡咧就好少有呢个传统，只系好少做节嘅，系啊，好少人做节嘅。咁月饼食唔食？因为佢哋唔相信啊，个月亮仲有唔干。我哋都唔相信，即系冇嫦娥冇唔干嗰啲嘅，拜月光系咪香港都冇，只不过呢个系传说嘅啫。不过咧就有啲细路仔担灯笼嘅。哦。灯笼就一样，咁月饼食唔食噶？
月饼我自己啊，我自己本身就中意食，冰皮月饼。哦，OK， 我想问一下啦，即系新加坡咧，因为都近泰国嗰边啊，马来西亚嗰边啦，咁我知道咧，即系星马嗰边咧，其实榴莲就好出名啦。系啊，你系啦，榴莲月饼你爱唔爱咧？榴莲月饼咧，我就唔系几中意食，因为佢唔系嗰啲新鲜嘅榴莲。嗯，系啊，因为佢系好似整干咗嗰啲。嗰啲黑色嘅啡色嘅榴莲，唔系即系新鲜咁好食嘅，系啊。唔系，我都想问一下咧，就即系你唔系长期喺香港啦，咁但系香港都有好多中意听你歌嘅即系听众，咁你点样保持住同佢哋嘅关系咧？虽然嗱，我喺新加坡嗰度住，但系我好中意香港，所以一年我都嚟香港两三次嘅。系啊。每次嚟都嚟到一个月啊，个几月啊咁。而家我已经嚟咗一个月了，系咪啊？咁久唔久又开下演唱会咁样啦，喺呢一边系咪？新加坡嗰边都有，都有系咪 ？O K， 所以就两边走咁样样啦。咁啊，今次就喺香港呢一度过中秋啦。咁亦都感受到香港呢边嘅气氛啦。好特别啊，今年好特别啦，系啦，系啦，摆晒喺度，系啦，摆晒喺度，摆晒喺度啊，周街都系，周街都系啦，系啦。咁我想问啊，即系喺最近嘅时候啦，即系翻嚟香港去度探朋友啦，咁会唔会都即系有阵时咧？譬如你知啦，大家都好想去到听你唱歌。咁啊，会唔会嚟翻到嚟嘅时候咧，有啲朋友，阿丽莎姐，你又帮我去到唱两首啊，咁样样啊，即系叫你一齐去出去玩啊，咁样样。啊，冇啊，我唔会同人哋出去卡拉 OK 唱歌嘅，唔会咁随便嘅。系啊系啊，听得多，唔系啊，唔系随便，听得多冇人睇。新城就会啦，新城系啦，所以我哋就非常之有面子啦，大家就可以去到咧喺我哋呢一度咧，可以听到丽莎姐唱歌。唱啦，不如即刻叫佢唱一首首本戏咯。剛才我已经帮你接待了看了很多点唱。多谢你啊，因为我想问我们幕后监制今天有没有出现，就暂时。未啊。暂时幕后监制未出现。那第一首要他唱哪首好呢?OK, 我们第一首不如这样。你说。志哥你说。白花亭之恋啊。好啊好啊，有请黎小姐耶。唱白花亭，花间雨歌细梦定，花香引来情蝶影，春风笑面共诉情，尽诉情像分定，恩爱甜面笑迎。花边
好聽好聽，多謝多謝。黎莎姐啊，可唔可以講俾啲聽眾聽？雖然可能好多都知道，即係尤其是即係年紀比較大少少嗰啲，但係就年輕啲嗰啲未必知道。即係譬如話，你點樣係入去呢個樂壇嘅咧？點樣會嚟到香港發展咧？咁噶？我喺好細個嘅時候就好中意唱歌噶啦，咁就我哥哥啦，成日都会带我去嗰啲 party 啊嗰度表演嘅，系啊，系啊，啲 party 啊，吓 party，party， 哦 ，OK， 嗱嗱 get 嗰啲系嘛，系啊，咁之后咧有一间唱片公司咧就话想搵一啲新秀嚟灌录唱片，咁我哥哥咧就带我去一间唱片公司，咁去嗰度唱一首歌俾你听，咁就。已经跟他们签了两年的合同，这个就是新加坡的公司来的，是没错。多少年我想问多少年，你这么敏感，是啊，你好八卦呢，我出了世味，你做什么，我出世味两年前而已，两年前，两年前近期的事，九六八六九年大概。好了，为了不要等阿志哥再乱咁讲嘢，呢个时候你要帮我哋做一样嘢，继续弹琴。哦，塞住把口先。系啦，等佢俾啲嘢佢做先。明月究竟在哪方？白昼之前重。世间上，晚照着平阳，又照着桥梁，好影千家人共仰。人立晚风月照中，独山步长廊，月针在祠堂。充满了心上，静听乐悠扬，月国乐洋洋，夜了告知齐和唱。兰凤金夕风光，一片欢欣喜象，月照彩云上，芬芳馨香，如入山音心向往。如立明月旁，如上天堂，身躯摇荡，俯身遥望。有啊，黎莎姐嘅《彩云追月》，可能呢个时候咧，俾佢饮啖水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唱歌啦。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咧升级靓声演唱厅，仍然有咧今日呢一位嘅歌手喺度啦，有黎莎姐啦。咁啊，嗱，头先就讲过啦，其实黎莎姐你嘅经典歌太多啦，咁所以咧，其实问下 Raymond 先，你自己咧，你自己又有冇边啲心水嘅选择咧？你讲下黎莎姐嘅歌，系啊，首首都好听噶，首首都好听，冇乜话心唔心水。不过我今日好高兴啦，因为呢一阵咧，而家唔好唱住啦吓，即系有机会咧，俾我同佢合。唱佢一首即系最佳之行文嘅歌《分飞燕》，咁所以咧就一阵留翻一阵先。但系我想问一下阿丽莎姐咧，新加坡咧，毕竟佢唔系个个都讲
廣東話噶嘛嚇。咁點解你又可以即係嗰陣時用廣東話唱歌，又可以唱到咁紅嘅咧？即係喺新加坡度。啊，因為咧，我本身係廣東人，咁我父母都係同我哋講廣東話嘅，係啊。咁新加坡啲人係咪都好中意聽廣東歌嘅咧？嗰陣時係 OK。嗰陣時就好多廣東人喺新加坡嘅，係啊。而家佢哋講國語噶嘛，成日都係啊。而家佢哋講華語同埋英語咯，係啊嚇。咁而家嗰啲新嗰啲人係應該越嚟越少噶，唔識聽噶，唔識聽。係啊，啲後生嘅一輩就係講係36到40歲嗰啲，多數唔識聽嚟講。你要講華語抑或英文？咁你會唔會唱華語啊？咁喺新加坡有啊，我有唱英文嘅添啊。你問係問阿智仔，哇！你真係為咗迎合又唱又跳噶，你家姐好犀利，係咪啊？哇！咁即係你可以做好多多元化嘅藝術形式。因為喺新加坡唱嘅時候咧，唔得就話唱，全部都唱曬廣東歌，要唱英文啊、華語啊。咁你使唔使唱潮州話？唔係，我反而福建話、印度話、閩南話。福建話啦，係咪？印度話、馬來西亞話好難學唔到啊！滿啊滿啊哪啦？馬來話咧，係咯，馬來西亞、馬拉話啦，係啊，係啦，你都識講。輸啦，麥根，哇，食飽飯未？即係，但係香港係真係少聽。不過我諗即尤其是喺新加坡咧，譬如你做 show 嘅話咧，真係。要懂好多唔同嘅語言啦，因為嗰度即係比香港，香港我哋通常都係廣東話、英文啊，係啦，或者國語啊咁樣，即係三種。但係喺新加坡做 show 就真係要講好多種語言，好多種。喺台上玩嘅時候都會講下英文啊、華語啊咁嚟搞笑。但你主要講乜嘢咧？咁譬如你做 show 嘅時候，如果係我自己本身咧，就係廣東歌咧，就係個主題就係要講廣東話。咁但係你第一句同啲觀眾啊 ，hi 嘅今晚，大家好，亦或係大家好，大家好。如果我嘅廣東歌嘅就，如果係好多歌星喺埋一齊咧，我都係用華語講嘅。哦，雖然我唱廣東，但係我都要用華語嚟同大家講嘢嘅。OK， 好啦，嗱，既然係咁咧，呢個時候咧又請阿志哥同埋 Lawrence 啦，幫我哋去到彈咧，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嗯嗯。双双到谈情地，绿柳荫欢快醉情意，情话甜腻已痴痴，望君又要负劳役，两心相爱无意，他朝只怕你负情意。我君发誓，爱娇不弃，令人心醉。情侣欢笑同聚，月光映照在如池，迟来亦也相想，若解痴情。即系带翻好多，即系回忆俾我哋。即系有时我哋呢一
代的人，因為我們那時大概70年代初那麼上下，那咁咧就嗰陣時香港嚟講咧就未有呢啲咁通俗性的即係粵語流行曲嘅，咁即係開始有的時候咧，可能是電視要帶起，譬如話仙杜拉咩嗰個啼笑姻緣嗰啲，咁先引起嗰個風氣。之前咧就係嗰啲粵曲嚟嘅嚇，即係任伯嗰啲，嗰啲唔會細路仔後生啲唔會成日唱噶嘛。咁但係佢呢一種嘅即係粵語歌咧，就係、是、可以帶翻起普及曬，即係喺香港咧普及咗粵語歌呢一個門類嘅歌曲，我覺得係好好噶。OK 啦，頭先咧即係阿 Raymond 就問到阿麗莎姐咧，嗰陣時就簽咗呢一個新加坡嘅唱片公司啦。好啦，咁有咩嘅機緣巧合會嚟到香港嗰度嘅咧？我嗰陣時灌錄唱片嘅時候咧，我就係覺得呢個係一種一個工作嘅，冇想到話自己會紅嘅、因為嗰陣時我好窮嘅，有得唱歌就有錢收，係咁開始嘅時候咧，我就係唱英文同華語嘅唱片嘅，係咁之後都唔錯啦，不過都唔係最高峰啊。咁、我個老闆就話：不如你試下唱廣東歌曲啦。咁第一張嘅唱片就係《相思女》啦。哦，係啊，係啊 ，OK， 即係嗰時喺新加坡錄嘅。係啊，哦，咁跟住就即係新加坡、啊、紅咗啦，香港咁樣。我唱呢個《相思女》嘅時候咧，我上電視，一唱嘅時候，嗰晚就賣到好緊要咧，唱片好多人訂，好多訂單。同我老闆講，我老闆好開心。十一點幾咧就打電話俾我，講到流曬口水。好搞笑，係佢好多訂單啊，很多訂單，佢好開心。嗰時係黑膠唱片年代嚟嘅，係嘛？係啊，都唔會想到話香港會咁受歡迎嘅呢首歌。咁跟住就即刻嗰個唱片就銷到香港。係啊，咁就去即係我公司就即係send 咗啲唱片過去俾人代理買呢個相思類。咁當佢哋播嘅時候，喺街嗰度播嘅時候，嗰啲人就即刻 book 埋嚟㗎啦，全部都買，一聽就買，一聽就買。哇！啲涼茶鋪嗰陣時，咁所以電視台就知啦，歌廳都知啊，咁就要揾呢個歌星呢個邊個嚟嘅，就喺新加坡揾我過嚟呢度唱。哦，嗰陣時有好多宅男都真係暗戀。即其實阿麗莎姐當年就係呢個宅男女神嚟嘅，情話綿綿唱到啲男仔冧曬啦，而家唔冧噶啦，而家另外一種冧。陶醉你于你嘅音乐嗰种冧系啦，咁啊嗱，即系当然啦，嗱《相思泪》话俾我嚟听，如果你好想听嘅话，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留言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有另外一首歌咧，准备去到俾大家听嘅，就系、是《秋月》啊。呢首歌好似系特别，佢系重新录过，系咪？喺你嘅新嘅唱片嗰度。系啊，冇错。好啊，咁啊，既然系咁，我哋听一听啦。好啊。
啦，10:37嘅时候啦，中秋晚上咧继续有我哋嘅星级靓声现场听啦，咁啊继续有咧阿丽莎姐喺度啦。头先咧我就即系喺呢一个嘅休息嘅时间啦，咁一路去到睇咧，哇！大家喺呢个 Facebook 上面嘅留言咧，好多有好多好多，大家都想听啦，即系。包括咧，有呢、這个唱咗啦，《百花亭之恋》啦，跟住《相思女》啦，《鸳鸯鸟》啦，跟住亦都有呢个朋友咧，就话好想好想听咧，呢、這个《快乐伴侣》《彩云追月》。有冇人听《飘零女》啊？嗱，我睇紧，你可以继续讲住先嘅。嗱，你继续同阿丽莎姐，你继续同阿啊，我啱啱睇到一个咧，歌仔靓哦。跟住咧，歌仔靓啊，靓得妙。我记得，突然间我见到有一位朋友写住歌仔靓喎。咁啊，即系其实我谂好多好多歌咧，即系大家如果见到阿丽莎姐上嚟嘅时候咧，都好想去到即系请佢点样？点得唔得？你想点咩歌先？我想听《飘零女》得唔得？佢哋唔使点啊，睇我嘅演唱会就啱。好多歌可以唱俾你。系啦，嗱，但系咧，我知道你嘅演唱会咧，就要即系。下年先至进行啦，咁、啊、但系阿 Raymond 话佢好想听咧呢一个飘零女，因为好耐冇听，好、啊、多年冇听。可唔可以请阿丽莎姐帮我嚟去到唱？好啊，好啊，好多人中意听啊。系啊，既然系咁，我嚟请阿志哥同 Loris 啦。好啊。人已静，寒夜风凄静。独抱孤琴看月明，夜阑孤清清，相思心有病，唯醉亦当初一段情。郎有意，用内心感明，为我歌放血艳美。誓约只相声，花间相唱永，愿今生姻缘固定。一朝君去，只相薄命，旧欢不堪应。杜鹃花落，春归去。日朝哭飘零，缘已尽，情未了，悲不停。夜深怕听虫鸣，梦里哭相声，声泽相薄命，恨刻骨恩情。你好投入，我见到你天唔好啱，系佢不停喺度做口型，但系咧佢就冇唱出声嘅，因为唔同 key 吓，男仔同女仔唔同 key。喂，我都想誒俾阿麗莎姐即係休息一陣啦，不如我有班門弄斧唱一首咁樣。哇，好啊，等咗好耐啊！我又點？係因為你做阿妹先得㗎。你點咧？你點咩歌？我想點俾文唱《舊歡如夢》。誒，好啊，知有冇咧？哎呀，
系啊，唔知有冇咧？系啦，有冇咧？有冇咧？好。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近，早中爱恨亦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月底花间相会意，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比翼，痴心一缕共定盟。己倍精神，内心快乐无憾。朝晚眷恋共欢聚，天天相见互慰问。立心栽花花不香，种番惹仇恨。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身边断爱盟。恩情于今化烟云，未许再续情分。空有爱是万千丈，可惜都已尽化痕。黄袍相思往痴恋，恨轻心太忍。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哇，好听好听，多谢多谢多谢。Sarah 唱咗呢一个嘅《旧欢如梦》啊，亦都系非常之经典嘅一首歌啦。我想问下，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嘅歌，即系譬如头先一路去到听你哋两位去唱嘅时候啊，其实嗰啲嘅广东话咧，真系好道肉噶。系啊，真系完全系。即系你讲紧乜嘢嘅时候，你就已经系直情唱咗出嚟嗰种感觉噶咯。系，其实我唱呢一种小曲嘅时候咧，即系同我平时唱时代曲或者英文歌嗰、个腔口系唔同咗。系啊系啊，即系好似唱粤曲咁。我想问阿黎先生，系咪即系当年咧？嗱，譬如我哋依家听翻嘅时候啦，其实你 feel 到同依家嘅流行曲系好唔同噶嘛？嗰、个唱法，即系当年嗰个唱腔系咪真系你哋去学嘅时候咧，都要特别调教过嘅咧？我冇学噶，其实我唱嘅时候好辛苦，录音嘅时候都好辛苦。系，因为点解我哋新加坡嗰啲广东话唔系好正啊？咁我就全部嗰啲字即系写晒英文嘅，系拼音嚟嘅，系啊，拼音系系系。好彩我就系本身系广东人，所以听过父母佢哋讲嗰啲广东话。咁我拼啲英文咧，我都知道系讲紧乜嘢。咁每一句录嘅时候，我都会拗到好正，所以我唱片啊，个都话我嗰啲字好清，因为我拗到好正，因为倾唔正俾人笑。系啊，同埋即系唱歌。出嚟咧，就冇咁覺嘅，因為佢因為廣東話係一個好重嗰個語音調嗰樣嘢，咁因為有音，你有音樂咧，就你唔覺得你個調，就算轉咗半個調，你唔會覺係變咗，因為主要你唔走音就得。不過有時都會讀錯字喎，讀錯字就冇，因為冇辦法啊，新加坡人唔識。係啊，唔緊要啦。但係嗱，即係如果聽翻你哋頭先唱嗰個咧，同埋依家咧，即係用譬如我哋聽到其他歌手去到唱，或者新一代嘅歌手去唱嘅時候，我新一代唔會用呢種方式嚟唱啦。同埋係，同埋個問題係唔係問題嚟嘅，即係只不過係依家一個嘅趨勢啦嚇，就
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咬到咁正嘅，即系因为以前我谂系你哋去到唱嘅时候咧，逐粒逐粒字咁样样讲，但系依家就系可能就系啊连串啊，连两三个音啊。即系譬如如果系用即系平时时代曲咁样唱咧，就当年相恋意中人咁样咯。但系当年相恋意中人，可唔可以俾个音乐底？阿 Raymond 再唱多次，唱几个 version， 可唔可以用唱英文歌嘅感觉？系啦，用唱英文歌，用英文啊，或者 R&B 嘅感觉，系啦。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近。Yeah。早中爱根，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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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啊，我咁样圈笨夺，因为唔够时间圈佢啊，得得得，我而家要，我而家真系要同佢合唱。好啊，嗱，我俾少少时间你哋两位准备一下先，系啦，咁啊，饮啖水啦，转头翻嚟嘅时候咧，就继续有两位喺度啦。唱嗱，喺 Facebook 上面咧，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即系继续去到点唱。有啲朋友问几时唱《纷飞燕》啊？而家就唱系啦，因为大家等咗好耐啦。咁呢个时候咧，就请阿黎莎姐啦，同埋 Raymond 咧一起去到唱呢一首嘅《纷飞燕》吧。匆怎诉情无限？又怕情深一朝淡，又浓爱海翻。空姐往事成梦幻，只愿誓盟永存在脑间。任信你有所难。情何太暂？转眼分离缘有限，我不会负情害你心灰冷，知你送君引泪难。哎呀，难难难难舍纷飞冷落，怨恨有几分？心声托付红与眼，祝福阿儿莫厌烦，你莫教人为你愿孤单。至于情何太暂？转眼分离缘有限，我不会负情害你心灰冷，知你送君引泪难。哎呀，难难难难舍纷飞冷落，怨恨有几分？心声托付红与眼，祝福话儿莫厌烦，你莫教人为你怨孤单。好开心，好开心，终于等到啦，等到啦，有啲。
呢一首嘅《纷飞燕》系啊，好多朋友哇，好听好听啊咁啊！但系咧，嗱，我知道咧，仲有一首歌咧，就即系大家直情喺 Facebook 上面就话咧，唔唱嘅话咧唔准走。嗱，咁我哋睇下先啦，吊下大家人先，我哋倾下偈先啦。系啦，系啊，你问咧，你系我想问一下。你想讲咩？你想讲咩？我记得你好想讲 ，OK， 你讲先。我想问一下出嘅几时有佢嘅演唱会听啫嘛？哦，演唱会就系出年2月26号。哦，其实系喺文化中心。其实咁三月嘅仲系申请紧 ，book 紧场地，希望有啦。OK 啊，而家 book 场好难 book 嘅。系啊，真系。咁啊，所以其实咧，即系香港嘅朋友啦，我觉得都几幸福嘅，因为咧，阿丽莎姐，其实你每隔一段时间，你都会香港嗰度咧，去到同大家见下面啊，聚会一下。我好中意香港嘅，真系好中意。其实你点解唔中意香港咧？因为我在70年代，好多人仲唔中意香港。70年代嘅时候，我一嚟嘅时候，嗰啲歌迷就好拥护我，到而家佢哋都好锡我，好顾我，所以我好感动。哦，即系你而家同啲 fans 都系有好耐继续，系啊 ，OK， 长情咁样。系咁，香港啲歌迷长情，因为新加坡嗰啲长情咧，新加坡就比较斯文啲嘅，就怕丑啲嘅，即系唔会用香港，即系佢中意你，佢即系好猖狂。即系佢哋会 show 俾你睇，即系好中意你啊！佢即系嗰啲银纸牌啊，嗰啲咁系咪？有冇有冇乜嘢噶？以前以前有冇噶？唔系有利是嘅，而家都有利是，有噶有噶，而家有利是，我都收过，我都收过，你都收过。所以呢一个其实系开心，特别咧，即系我觉得系嗰啲逢年过节咧，如果喺香港做 show 嘅话咧，就更加开心啦。因为真系特别系新年嘅时候，听讲阿 Mimi 姐系直情攞个捞鱼嗰啲网咧，佢喺度捞利是噶嘛，即系好多朋友都系眼金金噶嘛，所以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嗱，好啦，我见到咧，大家就不停喺度问，喂，究竟几时可以听到嗰首歌啊？我已经就嚟爆晒噶啦，系啦，同埋我都见到我幕后监察阿Jo哥终于出现，系咁佢应该 mon 住我哋嘅时候咧，我哋都系时候咧要俾阿丽莎姐你同我哋唱呢一首你唔唱唔准走嘅歌啦，好唔好？有请。情人别去，后人消瘦，相思别离惹人愁，难忘往日情深厚，人心抛弃苦情未说缘由。丝叶债情难收，恨他负因负义痛心疾首，朝思夜念暗泪流，只盼苍天许我性佳偶。情深厚，心苦透，因乜解救书信都未曾有，痛恨痛恨情惨透，心伤透，相思苦我断肠消瘦。人别去，后人消瘦，相思别离惹人愁，难忘往日情深厚，人心抛弃苦情未说缘由，相思债情难收，恨他负因负义痛心疾首，朝思夜念暗泪流，只
我性解偶，难忘情深厚，心苦透，因乜解救书信都未曾有，痛恨痛恨情惨透，心伤透，相思苦我断肠消瘦，耶、yeah, 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终于大家都可以团团圆圆听埋呢一首嘅相思泪啦。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呢就继续有 Raymond 啦，同埋何婉莹出现啦，咁多谢晒我哋咁多位嘅，多谢黎莎姐，同埋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记住听下黎莎音乐会啊。好啦，拜拜 ，OK， 拜拜。